怎么样，同学们？这首发型人弄客吗？你这首发型人配上俩肘子，有女人了！骑上我的小骆驼，带你去看日不落。披上我的刺儿马，带你巡游我部落。弹起我的小乐器，为你唱首小情歌。让我醉的不是酒，只是你的小酒窝。哇，人狠话不多，想吃什么跟我说。大家好，我是胖猴子，老铁们，等发型咱们就支棱起来了。然后在路边呢，又看卖榴莲，买了个榴莲，真便宜，19.5块一斤。一会儿咱们加个小餐把它吃了。那么废话不多说，咱把肘子去洗一下。咱们今天做虎皮肘子，我先把这个清洗一下，清洗完了以后，咱们把这上面那个猪毛啊给烧一烧。好长时间没有吃那种特别软特别趴的那种肘子了，然后咱们今天多炖一会儿，我今天一定要把这个肘子炖软炖趴。咋切这么麻烦呢？可费事。嗯，行。同学们，好了，咱们把这个肘子烧的差不多了，然后拿钢丝球啊把表面这层黑啊给它擦掉。你看，用钢丝球一擦就下来了。好了，同学们，咱们现在清洗完了，给它焯一下水。咱们准备点葱姜，现在葱啊挺贵的，咱们只葱叶就行了。来块姜，咱把肘子冷水下锅，加入去腥三剑客，葱、姜、料酒。咱们把肘子捞出来，一个大的，一个小的。咱把这个肘子清洗一下。咱清洗就行了。对对，咱现在啊等它晾干，把表面的水分晾干，这样拿出来晾吧。咱把晾干的肘子上面撒上红烧酱汁，多撒一点，然后用手啊把这个酱汁啊均匀的涂抹到这个肘子上面，涂匀，尽可能的不要有残余残留的地方。涂抹均匀以后啊，咱们给它放到盘上，让它自然冷却，把这个酱油啊风干。烘干以后啊，咱们还一会儿还得用油炸一下，这样炸出来的颜色会更好看，老铁们。这些酱汁啊，剩下的酱汁也不要扔，一会儿咱们炖的时候啊，还能用到。我们知道
上水，我炸过的肘子放里边，加入葱姜、冰糖、老抽、料酒、两个卤肉包、生抽、盐、鸡精，盖上盖。咱们炖了一个小时，我今天一定要把这个肘子炖趴。等会儿吧。来吧，成了。还挺饱满，知道吗？我不客气。啊，你这真不客气。嗯。转。看看为什么。哇，你尝尝，一点你们想象那种味儿都没有，真甜。就是看大橙子，看大橙子吃，好不好吃？嗯，你尝尝，弟兄，整个的，你尝一点，你抹一点尝。这时候吃是正好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它还嫩，如果一老了以后啊，拿都拿不起来了，而且它那种甜腻糊嘴，你知道吧？嗯，就是正好。好了，老铁们，咱们出锅了。哇！再浇上点汤吧。哇塞！兄弟们，怎么样？这小肘子，哇，看着就有食欲。太香了。实在太香了，我得吃红米饭。米饭倒点汤。拜拜。哇，好了，姐妹，今天视频就到这儿吧。喜欢我的小伙伴记得转发、评论、关注，再见。别着急，一会儿骨头给你啊。老板，有肘子吗？行。全肘不肘？全肘。行，给我来两个全肘。好，正好有两个啊。好嘞，给我穿着。正好有两个啊。好，给我要都要了，给我穿着。93块7，93。好嘞。完全，最近被这个曲儿啊洗脑了。人狠话不多，想吃什么跟我说。大家好，我是胖猴子。老铁们，今天啊买了两个肘子，咱们今天做一个什么呢？冰糖肘子。废话不多说，咱们啊先去把这肘子处理一下。老铁们，咱们用喷枪啊烤一下这个肘子，
一是让他去腥，二一个就是说什么啊，一会儿上色的话好上，如果家里没有这个冰箱的话，也可以放到火上用明火去烤。好了，老铁们，肘子已经烧好了，咱们去给它清洗一下，用刀刮去猪毛，起锅烧油，油热以后加入葱姜八角辣椒，烤出香味以后加入生抽、料酒、糖色、冰糖，肘子们少不了冰糖，加水，肘子放到锅中，加入调好的料汁，盖上盖，开火，咱们炖上45分钟。好嘞，哇塞，老铁们，哇，太香了。咱们先从里边舀点汤，肘子汤烧开以后加入少许水淀粉，加入少许盐，熬至浓稠，把汤汁淋到肘子上，哇，老铁们非常有食欲啊，这个肘子这个香味已经出来了，我已经迫不及待了，但是它现在很烫，非常软了已经，你看哇，咱们来口皮儿，哇塞，哇，肘子就得吃皮，到位，它是甜咸的，味道非常棒，哦，好烫，起劲儿，哦，哇，好烫，稍微亮了，不行，来口米饭，哇，太棒了，老铁们，咱们把肘子拆一下，实在有点太烫了，哇塞，哇塞，就那么长时间怎么脱不掉，哇塞，还是不够热，哇塞，哇塞，老铁们，我们来一块大的，你看看这肉，这是皮，哇，肥而不腻，过瘾，太爽了，用肘子就得带皮吃，看，
嗯，皮其实已经很烂了，日期都能吸进来。嗯，我炖了两个肘子，咱们今天吃一个，晚上我家里就回来了，然后那个给家人们吃。这样会小吗？打得太香了。嗯，哇，太过瘾了。哇，今天做的肘子太下饭了，再来吧。哇，这次大肘子。好了，小伙伴们，今天视频就到这儿吧。喜欢我的小伙伴记得转发、评论、关注哦。再见。人有那么多，想吃什么跟我说。大家好，我是胖猴子。应我广大网友要求，想让我做一个肘子。那么今天他来了，做个什么肘子呢？也是就是红烧肘子。然后咱们废话不多说，开整。把肘子上的毛烫一下。用钢丝球清洗一下肘子。冷水下锅，加入去腥三剑客、葱姜、料酒，点火，把焯好水的肘子捞出，清洗一下，加入老抽，涂抹均匀。刚才给肘子又改了一下刀，咱们涂抹均匀以后啊，让它晾制十几分钟，让它自然风干。起锅，烧油。油温升至四五成热，下入肘子，把肘子下入到高压锅当中，把这些配料加入到其中，加水，加入料酒、生抽、老抽、蚝油，加入鸡粉、胡椒粉、盐。点火，老铁们，咱们上市以后焖三十分钟，时间到，咱们关火，等它自己放一下气儿。老铁们，刚才呀给我媳妇儿弄走了一个，咱们还剩三个肘子，哎，凑合吃吧。人家坐月子，咱得照顾到，对不对？哇。老铁们，手艺怎么样？这肘子这颜色，哎呀，没得说。咱们倒上酒，准备开喝。哎呀，尝尝。哎呀，一看就香。嗯，哇。太香了，老铁们！
这个皮用油一炸更加 Q 弹了。有什么？大口酒，大口肉，这才叫快意人生啊，这才叫爽啊。啊，哦，爽！好了，姐妹，今天视频就到这儿了。喜欢我的小伙伴，记得转发、评论、关注哦。再见。